这是六福村新出的什么东西？动物包子，是不是？动物包子，这么厉害！你们来看看，好吃。这个是老虎，老虎 ，panda， 犀牛，犀牛，还有长颈鹿跟狐獴，狐獴。然后还有甜甜圈也有，哇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还有两个老虎的甜甜圈，很像老虎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另外一个甜甜圈上面有什么？也是白色的。这个红色上面有黑点点的是什么？这个叫什么虫？你记得叫什么？蚜虫。对，瓢虫，看起来有没有很好吃？那瓢虫的英文叫什么？这个太难了吧！这个太难了吧！那个你做一次叫 ladybug。哇，连爆米花都好可爱哦！有牛，还有长颈鹿口味的爆米花。哪有牛啊？长颈鹿跟斑马。哦，这是斑马，不是牛啊。还有小饼干呢。这是大象饼干哦，大象口味的饼干，斑马饼干、长颈鹿饼干跟狮子饼干，好可爱哦！我想喝饮料。你看还有什么饮料？为什么是蓝色和黄色口味的？好厉害哦！还有一个是红色的，还有狮子，狮子，这是狮子口味的饮料哦。是喝起来是甜甜的吗？还是酸酸的？很凶，喝完会生气哦。小狐獴，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蛋。你在吃老虎？我的耳朵好痛，好痛！大家的你怎么把我的眼睛咬了？眼睛真的，我看我没有眼睛呢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又把另外一只眼睛吃掉了，哪有人这么好笑？还在哦，你有小耳朵耶，我可不可以捏你耳朵？你会痛吗？会不会痛？我捏你耳朵。我是斑马，爆米花。你吃得出来是什么吗？我记下就是很好吃，好吃吗？哇，真的好吃！你的手手怎么黑黑的啊？有一种万圣节的感觉，颗粒融化了，对不对？我姐姐要帮你洗手，好吃吗？你的手手看起来很好吃耶。都是巧克力耶，变成这样，变成这样了，有没有很好玩？你拿来涂果酱吗？哎，好吃吗？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
怎么跑出来？你再进去一次嘛。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呜呼！你看你前面，好可爱哦。嗨。嗨。你怎么偷跑出来的？哇，好热，好，我要出去了，小丹丹。好，我们出去了，我们出去下来。好了，赶快下来出去了。你先出去。好，我先出去。好热哦，这里太热了，我要出去了。